来同学们看啊，这俩词都是漂，都跟浮有关系，但是它们的着重点和拼写都不一样。来看同学们啊，第一个读作 drift， 第二个读作 float， 单词都比较好记啊，因为它们的音型还是比较一致的。好， drift 它所表示的这种漂浮呀，是强调这个动作啊，动作的移动漂流的感觉。来，咱们那个感受这个句子啊，他们让小船在河上漂流，怎么说？ They let the boat drift on the river， 在河面上漂动，是浮起来了，但是它所强调是漂动啊。再看，那艘小船正沿着河漂流而下。The boat is drifting down the river. Down 在这儿啊，相当于 along the river， 叫沿着。你看，强调是动态的飘动着。那条船飘到海里的怎么说？ The ship has drifted out to sea， 已经飘向大海了。那么你看，而 float 也是飘，它所强调的是不沉底儿，能把它给浮起来，不管是对气体还是对液体，它强调的是这种静态的感觉。好，来看，没有足够的水，这船就浮不起来。There's not enough water to float the ship， 没法使船起来啊，使漂浮。感受啊，感受一下，新鲜鸡蛋会下沉，旧鸡蛋会飘起来的说 ，A fresh egg will sink。Sink 作为动词叫下沉，名词是这个洗脸盆的意思啊。An old egg will float， 一个旧鸡蛋能够飘起来，强调是能飘。能飘，没强调移动，是强浮力的重点啊。来看 ，drift 是漂移、漂流，而 float 是能漂浮。同学们觉得有用的，请打100。